喜欢吃糖吗？喜欢。那你现在想吃吗？好啊。我的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彦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莫允文。欢迎两位。我今天要来玩测谎游戏耶。啊！我最怕被骗了。真的假的？超怕。但他在骗人，常常放电。啊，电力很强。那这个这个电一定比你的电力还要再稍微弱一点点。OK。先来问念轩好了，在戏中啊，轩宇在恋爱中是一个小绵羊，那念轩本人在恋爱中也是吗？是。是 ，OK。允文帮我们按一下。等一下。是不是被电了？没有。哈，他是过关的。对啊，没有错。啊，那我演一下。Okay. 原来我不是小绵羊。所以你在真实的恋爱当中是？比较会听女朋友的话的这一种，尊重啊，就会都不太会说，我们就会先听，然后有问题再说。还是你觉得他真实个性不是这样？没有啊，算了，算是 OK。好，那下一个换允文来。好，这一题是在戏中啊，那个妍飞都会叫轩宇小猪猪，那允文本人在现实中会帮爱人取昵称吗？还好哎，还好，所以是不会取，不太会。OK， 好。对不起，会取吧？会取吧？来说一下，你都取什么？小猫猫。我真的不会，不是叫本名这样。没有叫本名啦，可能就了不起什么宝贝、宝贝这样子而已啊。所以你在跟他辩论吗？对啊。你不 OK， 那他测他自己，他应该测不到。下一题换念轩来喽，这题蛮犀利的。哎，那你不能问。为什么？快点，不行，快点，快点。等一下，他是心跳加快，他就会测到。有可能。可是我现在先让自己心跳快一点，等一下快一点就没差。可能。有可能哦。好，来，这一题是莫允文是不是你的幻想对象？就会不会是自己的另一半之类的。我想知道你幻想任何，我想知道你幻想没有幻想过，真的假的？好，来，你们被电吧。对呀、啊，怎么会没有幻想过？有技术性能抵抗这个东西。对了，你是会幻想的，有幻想过。对啊，当然啊，当然会有想过啊。哎，不用，心碎。不用解释。我来问下一题。好，允文有没有对吴念轩心动过？心动过有。有。好。你说有就有，没有就是没有，我是很诚实的人。莫允文已经两次说谎了，其实我没有说谎，我没有说谎。我觉得你还有问题，你干嘛现在还怀疑我？回来。哎，你看，我没有说谎啊。那我想问，允文什么时候对念轩心动过？因为没有这个事件什么时候？我觉得他有时候真的就是会做出一些非常非常贴心的举动，例如。就比如像他很会观察我那天的状态或者心情怎么样，他知道我那天只是在讲说我很想去按摩，然后但是我都因为我每天下班的时候都已经太晚没有办法去按摩，他就会默默的飘过来开始帮我按头啊，对啊，所以是一个很贴心的，是啊，贴心耶，哇，没有骗人呢，不是你啊，害我们吵架，这其实是在考验我们两个的感情。好，那下一题换念轩来，念轩有没有？觉得走在路上都是大家注目的焦点。告诉各位，我们来再一次看我们可不可以看很对。啊，好，来你加油。没有。没有。好，来。看我真的没有。真的假的？啊？我跟你讲，这个机器呢，就比较喜欢他啦。有可能。哦，所以你不会觉得大家都在看你吗？那个目光投射的感觉。有时候会。又在骗机器。还好，但是我真的有一次，哦，那时候戴眼镜，然后戴口罩。
找到我，很邋遢，就不知道在干嘛，就走走，然后去那个建国花市跟朋友去逛的时候，老板娘就说你是吴念轩吗？就我都带了，就这样子哦。我说对，他说你很帅，我说哦谢谢。哦，有一次我跟他下班，然后我们两个去吃宵夜，他那天哦他开心死了，怎么了？我们在吃炒泡面，然后呢就默默的，就是有一个女生，还有一个男生，他们一起的，然后他们吃完从店里走出来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坐在店里比较外面，他就很爱很冷静这样子放了一张卡片放在他的面前，然后上面就写说念轩什么好棒，然后拍戏加油，就很不想打扰你，只是想跟你说一声加油。我还以为是什么烂 ID 之类的。然后他那边超开心的。那换下一题，来，然后换你们，想问有没有私底下说过念轩的坏话？哦，有啊。连你有啊？他会直接跟我说。我都会直接跟他说。直接跟我说。其实就不是私底下了。就是你要说我坏话。对啊。而且我说你什么，你应该都知道。你不会说我的，你应该会被电。还被电。他平常不会说，你为什么要自己当坏人？还是因为没有私底下都是当面讲的？好吧，我说你的坏话，你一定都知道。嗯，他说，我就说很吵，然后又说很屁孩，然后又说有次我骂他屁孩，他走心了，然后一天没有回我讯息。真的假的？所以你会很在意别人骂你？半天不会啦，就是我觉得故意不理他嘛。哦，好，这个故事我要来讲。好，来，他明明就是脚受伤，然后呢，他脚受伤，然后我还特别请我身边的朋友去帮他，就是请厉害的医生临时来帮他处理，就因为很担心他，就看了他在我面前摔了，我很心疼。隔一天，你知道他在片场在干嘛吗？翻跟斗之类的。他在滑滑板。然后重点是他滑滑板还在那边跳，想要用那种特技。我就说，哎，我说你的脚要不要小心啊？这样子可以滑滑板吗？他接下来的反应才让我火大，他就是很屁的那边嬉皮笑脸说，呵呵呵，我就是因为不能走路，所以我才会滑的、啊。不是，来摸一下，我这反应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。气死我了！可以问我们的发型师，可以问我助理，可以问现场的每一个人，我那时候气炸了。为什么这个时候？对啊，而且他是那种，我就说你脚这样可以滑吗？你们小心一点。他是那种嘿嘿嘿，我的脚不能走，所以要滑的。等一下，那你现在示范一下，当初是你是怎么讲的？不是，气死我了。因为我那时候真的，因为我脚这样走路的时候会很痛，所以我想说，反正我踩在上面用滑比较不会痛。我是这样跟他讲，可能那时候就看到他很开心嘛，所以那个情绪是这样。但是我刚刚讲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然后那时候我就说算了，这种事情我不想管了，你这死屁孩。对啊，这个蛮值得生气。哈哈哈哈哈！嘿嘿，嘿嘿，我用这样溜不就好了？怎么样？我没有这样。骗人。这是很棒的效果器，这个。对啊，很厉害吧？真的是。好，我们现在来问我这边最后一题，来问念轩好了。念轩在戏里面会帮允文绑头发啊、洗头啊，那你有没有闻过允文的头皮味？有啊，我超诚实的、啊。然后我还说很香啊。对，你要闻一下。那现在闻。我昨天有洗。哎、欸，你看你浪费了这个。没关系，你试试看。所以你们会直接说出来？对啊，有什么不好说的？我觉得我们两个诚实二人组。来看一下是不是？啊，结果没骗到。这我们都可以作证。对啊，可以有。哎、欸，你不要闹了啦。所以当初是你就是直接很诚实的这样子。就那天要拍洗头的戏，那时候我就说哈，我说我知道今天要来洗头，所以我昨天没洗头。不只是那天没洗头，是我那天下午的班，然后我中午还先去健运动、嗯，因为我还以为只要直接拍洗头的戏，怎么知道导演还想要拍，就是我坐在那边，然后他在那边，然后。就是对按摩，你自己不会觉得有点微尴尬？不会啊，我就跟他说，哎，我刚没洗头，我们等下去洗个澡。那念轩那时候呢，会觉得味道有味道？我应该没味道吧？对啊，就其实香的，而且没洗头没关系啊，我本来就是发型设计师，帮客人洗头是我的职责。哦，很专业，很专业。二十九号设计师不是二十三号，而是29号。那语文最后一题，好，问你有没有曾经因为想认识人去玩交友软体？
想过，但没有，没有。好，来，就有时候就会觉得啊，如果不是工作人物多好，好像可以玩一玩。小心被电了！啊，又被电了！真的没有，小时候也没玩过。我之前账号都没有的那一种。是哦，所以你有想过说，如果有机会会想？有啊，想说如果可以出国的话，整个异国艳遇。是没错，不错。讲这些话一定不是真心，我不敢相信。你是乱讲话的。又要吧？他不让你测。你们会讲土味情话吗？就撩女生或撩男生的话？不会。都不会？聂轩没有讲过。会。工作职责需要的时候训练出来的。哦，摄影师吗？像以前主持的时候啊，大家会玩这些东西，或者是拍戏的时候需要这些梗会想。所以你拍戏的时候跟我讲的任何话都是想出来的梗？当然不是啊。开始挖重点。干嘛？那聂轩要不要先示范一个？小猪猪的闫飞讲过蛮多。我劝你现在不要一直在讲话，不要放空你的嘴，因为我随时都会亲你，因为我随时都会亲你。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笨吗？为什么？因为脑子都用来想你了，因为脑子都用来想你了。一说语我好像很不领情。他都听过了吧？还有什么厉害的吗？你想吃糖吗？喜欢。那你现在想吃吗？好啊。我的胸膛，我的胸膛。你知道最幸福的数字是什么吗？是五啊。为什么？你比比看。我也说。五下。这个很有感觉。我特别装可爱的跟你讲哎。对啊，语文很感觉很适合讲。哎，他不会这样讲话的。你知道我的缺点是什么吗？这就不知道了。我缺点。现在他心跳有没有变快？还是我在测？他有心动吗？没有。有没有被我电到？没有。就有。哎，你明明就有。有啦。对啊。好啦，最后来跟大家再一次宣传。恋爱是科学。恋爱是科学，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我们平时大家想象中粉红泡泡的偶像剧而已，它其实包含了更多我们在人生课题上需要学习的东西，比如说原谅、跟爱、跟放下等等，还有饶恕自己的心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来一起看跟学习的一门课程，就是爱到底是什么，爱是不是科学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恋爱是科学。